好，全日凡早安，酷招之一，健康我行，我是奎老师，欢迎全体华人进入奎营教室直播间。金山银山不如双脚勇健人爬山，全体名利财务事业买不到健康跟好好的睡觉，跟着奎营做之一，与你分享养生健康不求人。那个11月19号。台中有上课，是最后一次，因为明年开始，老师全部在云图库，一个月只有2天，第一个礼拜跟第三个礼拜的礼拜三，在台北早上直播，下午做上课，个别咨询，所以下。个月的11月19号，台中是最后一次上课。希望中部想要上课的朋友去那边。而下明年度，为什么奎老师要全部在那边？因为太多太多人在问我，老师，我爸爸怎么办？我妈妈怎么办？他们不想做怎么办？很无奈啊！要活就要动，要活就要动。你不想动怎么办？不想动之后，借着按摩棒去搓搓揉揉，逼他动。去那边，我就逼他动，逼他搓搓揉揉。然后呢，让他有各种器材辅助他，让他全身去动，有震荡床，上下垂直力动机，或是轻氧机、物电位输送仪。但是还有两台德国的，一个磁波仪，还有一个光波仪。让他改变身体的结构。因为这一群人蛮多人，尤其是男生，也蛮多的。因为我在思考，女人要健康，男人也要健康，怎么办？如何让男人更愿意动？老师在那边，因为以前很多人告诉我，老师你安排一个月做3天，那个时间我没有空，没办法去。那我现在呢，一个月有28天，没有借口吧？你可以把苦行生活那个地方当作旅游、健康之旅。你要来一天，来2天，来3天，来1个礼拜，来1个月都可以。但是我们都有名额所限制，我们陆陆续续就在对面工厂那边再盖单人房，所以目前的只能够20个人，等那边盖好以后，可以70个人。所以我慢慢的增购。我也知道国外有很多朋友想要来台湾，但是每次来的时候，刚好我的时间上课时间跟他们不相同，他们希望我能够更充的时间配合他们。那我有28天，随时来都可以。我只有礼拜三，第一个礼拜三，第三个礼拜三，我人在台北，其他时间全部在云图库。在那边，我准备很多很多器材，让你一次使用够，都不用钱。上课一整天，包吃包住，跟你分享
咨询，一天就是2000块钱。你要半天也是2000块钱，反正一进去就是2000块钱。让你们去了解为什么人要活加动，这跟台湾今天的主题欲望学完主赛，学完为什么会主赛？很多人说油吃太多，那是胡说八道，那是台湾的西医发布的不实新闻。油吃太少才会喜欢阻塞，情绪不好，你喜欢会阻塞，因为情绪不好，你的酶流失、吸流失、吸流失不能够解毒，不能够消炎，不能够愈合，希望容易有伤口。酶流失，血管钙化，收缩没有力量，血管就会钙化，就会阻塞了。Omega 3吃不够， Omega 3紫苏油、亚麻仁油也有，它让你血管清澈，它让你血液不容易发炎，会让你细胞有弹性。这是中华民国政府不会告诉你的，中华民国政府只告诉你吃蔬菜油。Omega 6过高，凡是蔬菜油、大豆沙油， Omega 6过高，身体会一直呈现发炎状态。所以这个国家是无三小路用。所以怎么办？你血管、你的磁波断讯，情绪不好，磁波断讯，血也会比较稠。外在环境是你没办法去解决的，震波无限度过高，腹波不足，导致血液粘稠，盐巴吃不够，水分会蒸发，钠不足，水化蒸发，水分蒸发，血液总能量降低，血液粘稠。你今天你能量去堵住了，你循环不好，因为你磁波断讯了。磁波断讯的血液循环已经不好，所以能量区要不要抽抽漏漏，就是你身体的能量总量不，它受制于你的右腿的腹直波、左腿的宇宙波，腹波不能比正波高，你的双脚不愿意动，你还听信迷信，男斗穷，女斗贱，我可以告诉你，那是宗教跟西医跟政治为了控制人民的健康，让你更生病，所以叫你坐一次脚不能动，因为你脚动了，你心源永远不见了，你心脏永远是被动式的，永远不会心脏病，心脏瓣膜不萎缩，心脏内壁不萎缩，血管不阻塞，血往上冲，静脉逆向红血运作正常，你一辈子不会老人痴呆。谁告诉你？没有，中华民国政府不会告诉你。中华民国政府早就应该拿那红帽烧掉，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血管流量清澈，你要动它，你越动它，越快乐的动它，一边搓搓揉揉是一边快乐的，你的血管就有弹性了。你的血道堵住了，经络堵住了，靠谁把它打开？那不是靠吃药了。靠搓搓揉揉，你要有空没空，全身去搓搓揉揉，全身搓搓揉，它自然而然，它就会让你身体充满了弹性。它有弹性，你的磁波够了，它能够一个共振。你身体每个部位都是细胞在共振，你细胞钙离子不见了，你细胞呈现阴离子化了。但血管当然有点阻碍了，
所以每个部位缺一不可，它并不是单一问题的。很多人喜欢问我，老师吃什么就好，那其实是错误的。你手脚末梢堵住了，那血管不流了。即营养师再好，你手脚末梢堵住了，动脉的尾端堵住了，血过不来；静脉的前端堵住了，血也流不回去。所以，每一个人，你必须要面对自己，把你身体每个部位有空没空，你搓搓，养成这个习惯。没有分别心，全身每个地方都是你的，用力去搓搓揉揉，用力去震动它。我不用花钱，我就是这样，我就改变我了。静脉堵住了，你大血管已经不通了。身体90%是静脉。很多人因为情绪问题产生乳酸，乳酸分成两条路，一条变成酸水，一条让你的肌动蛋白、肌肉蛋白拉扯，结果你微血管卡住了，到处的微血管都卡住，你要不要去把它搓搓揉揉？要不要去动它？这都不用钱，是我常常讲，一个人每一天要花3个小时时间，用你的双手在全身去搓搓揉揉，不能有分别心，很快乐、很喜乐面对自己。一天24个小时，你花3个小时爱自己，不为过。昨天我们碰到。我又云林徒步回来，碰到一位太太，啊，跟老师学8个月了，结果带她外甥、外甥女来看老师。我问她有没有教她的外甥，她说有。她说全家女孩通通教。她说他们看到这个阿哥怎么越活越年轻了。对，当一个女人活到60几岁，发现到自己不再生病了，不再老了，回春了，健康了，美丽了，那种喜悦而花最少钱。所以我还是希望跟着好朋友来陈老师生活营，所以未来在台湾会改变一件事情，大陆西医也会开始没落，他们开始从小学开始学熏陶文化，台湾呢？我不管了，反正我年纪大了，政府也不听我的话，一切随缘。我躲在云林土库里面，跟我的花花草草结缘。昨天把9棵的在花盆里很大的桂花树全部移出来，因为厂商帮我种下去的时候，那网子没有拿掉，所以根都长不出来。我把网子拿掉，把种了泥土，让它有生机，未来还会长得更漂亮。未来。我在云林土库那边，我现在有2个志工，他从去年10月到现在，跟老师一起生活，礼拜四到礼拜天。我希望再征求一位志工，50几岁以上的女人，单身的。
你愿意去老师那边生活，老师照顾你健康，啊，你要跟老师接洽，啊，你要跟老师接洽，我所有仪器都让你使用，我又采购一台德国的光波仪器，一台200多万。未来它颜色都一样，未来一条路，你想健康，你就照化作全身搓搓揉揉，开开心心的活，把宗教告诉你，人类是苦，要寄望未来的其他世界，那个错误的观念，把它丢掉，改变为人为什么要活？一出生就是等死。死了就是要做两条路，一个肥料，一个富士坡导引，帮助土地、所有生物、植物、动物、昆虫、人类健康而努力，帮他们产生富士坡。所以人死了是要很快乐去做善事，没有分别心做善事。第二条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必须用爱、慈悲、分享。你怎么去做？必须先爱自己，健康、自由、喜悦，再爱自己。你必须把握宇宙的定律：生、老、死。人类是生，爸爸妈妈买生出来。慢慢老了，最后死亡。这过程并没有生病，生病是你忘了爱自己，你忘了学习大自然的付给你的机制，清草药或制衣的搓搓揉揉的自我保健的医学，你放弃了。所以人必须要学习大自然给我们的生老死的一些机制，然后你必须回归大自然的定律，阴阳论，女为主，男为辅，两性平等，一家之主两个人。因为整个宇宙由太极，一个黑一个白，两个看起来是相等，其实是不相等。黑的是比白的多一点点，你目视几乎看不到。以你身体抽血液，健康是阴性反应，不健康是阳性反应。它如何区别？它区别于你的磁波，磁波、负波比正波高出0.3到0.5高斯，一点点而已，连0.6都没有。而全世界一切能量全部在黑暗里面产生。所以做妈妈，动物也一样，生孩子在子宫里面着种，子宫里面通没有灯光的。种子掉在地上，掉在柏油路晒干就死，在泥土。灰尘盖上，树叶盖上，啊，往上扎根，浸上来，果实打开，鲜阴后阳。包括飞机、飞弹、炸弹、核子弹场，产生能量、电力，都是由里面往外送的。所以爱因斯坦说 ：“A1=MC^2， 万物皆磁波共振所形成，一切能量全部是在黑暗里面产生。”再由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佛是在里面，他一直告诉你，药是在里面，是意思告诉你向内寻找。所以佛教不是宗教，所以现在外面的佛教都是错误的。佛教没有盖庙，佛教释迦牟尼佛是叫你把它让它在乌龙树下
领悟的东西去落实在你的生活上面，它并没有这样的概念。所有任何一些宗教组织运作以后，跟金钱、利益、权力、政治挂钩，这个宗教就变质了，就变得不可爱。人类要活得很快乐、很开心的，在这阴阳的定律里面，我看到27年来，超过20000多位人照老师方法做，每一个都回春、健康、美丽。要生病很难。至于男生，我无能为力。我想救更多男人，但更很多男人一直要学历，我就无能为力。我只有实力，没有学历。我只是比你一般人勤。我看这本书哪个重点，跟你们说重点，我会取之交叉，互相运用。然后我会让我的学生去实验，结果不好的放弃，好的再宣扬，赶快跟人家分享。爱、慈悲、分享，分享是用爱跟慈悲做原动力。所以人讲说，为什么我做27年，外面的打击、政府的打击、西医的打击、黑道打击，我都不为所动，都一直做下去。因为我享受这些女人带给我的喜悦。我在眼睛闭着，我常常打电话给我老师，谢谢你，我健康的，我就很高兴。像昨天我营运回来了，我的员工告诉我，老师，那天送你这套衣服的太太，这套衣服的太太，她又送了3件长袖卫生衣跟内裤，他说：“老师，要冬天到了，让你换洗，好窝心，好感谢这位太太。”我觉得我最大快乐的是舍，我把我所有的健康知识跟更多人分享，我看到更多人好朋友健康。我采购更多的好的产品，不要太高价，让每个人都可以使用，每一个人很快乐、很健康。我觉得够了，人生真的够了。我看到我的员工都很快乐、很健康，我满足了。就每一个人所享受的不一样。所以希望更多的好朋友，你们一定要来参加老师的生活营。我们把它定为苦行生化科技员工及家属以及所有的消费者的服务中心。你不用花钱那么多钱去买200、300的仪器，300万的仪器，你那边都可以免费使用。老师在那边，你陪老师一起生活，我在那边，我关键营区，我这个礼拜还有一个董事长，还有跟一些博士要去看老师，他把他一些好的构想跟老师分享，我觉得很快乐。我觉得人生都是舍，有舍
才有德。你没有舍，你就没有德。一直计较得失，最后就失去了健康。所以我希望更多跟好朋友、跟老师一起在那边生活，把那个地方当作你平常去到国外去旅游，你花十几万，十五天，你看到很多漂亮的，你为什么不愿意花个一个礼拜？一万多，两个礼拜，两三万块钱。你去国外，两个礼拜花了五六万块，你也没有学到那么多健康，然后回来累得要死。你在这里，你可以让你更健康，物超所值。因为我认为，让我的所有消费者，我算一算，27年来，至少超过10万的消费者。假如一个家庭四个人赚起来的话，十几万消费者乘以四，应该至少50几万、60万左右。帮助这些家人健康，让你们有另外一种选择。除了西医、中医以外，还有个地方，大自然的健康方法，另外一种选择。你到医院去，医院那边是感染源，我们这边是一个果园，是一个青草原，是一个快乐园区，你可以去尽情去享受，完全不一样的用健康生活体验。然后我们再开始回答我们的问题，所以这血管主诉很简单，平常你要多补充Omega 3、Vitamin E、Vitamin C、柠檬酸酶，或是纳豆，但是要去搓搓揉，全站搓搓揉揉，那很简单的，啊，没有什么困难。但你平常饮食、情绪、坐姿、站姿都不重视，你一直往外追寻，想吃什么仙丹就好，那是绝对是。不可能完成的，它牵涉到是跟你情绪有关系。为什么睡觉的时候容易打瞌睡、容易咳嗽？醒的话呢不会。打什么经、什么才术打通？有什么经络书籍可以推荐？我不会介绍你什么经络书籍了。因为我会告诉你，经络穴道会因为时间的不同、情绪的不同、坐姿不同、站姿不同、位置不同，穴道经络会走位，所以不准确。我还是建议你不要那么势利眼，只要找一个穴道，全身都是你的，你手。面积你都手可以摸到，背部碰不到，靠墙壁，靠棍子，这样就可以了，循着阿是穴就可以了。要打什么通什么经，你不管它，搓下去会酸酸痛痛的，就是不通；捏下去搓搓揉揉，抖一抖都不酸不痛，那才算通。睡觉的时候为什么容易打咳嗽？因为睡觉的时候，因为你的气管压扁了，
你的枕头太高或者太低，导致气管呼吸不顺畅，加上你鼻窦、耳朵性掉在肺部，它就容易咳嗽了。我还是跟你讲，扶生诀、鱼腥草根、金银花就会完全的断根，用臭氧去熏鼻子。请问新书开始印制了吗？何时可以订购？新书到今天价稿最后一天，明天就送给厂商开始印，应该一个月内可以印好，一个月可以印好。啊，这本书《启发生命滋养健康》，这是改变整个女人的所有一切的看法。回归阴为主，阳为辅，所有理论依据都有。台湾必须把中国那个错误的思维丢掉。台湾人才能够在21世纪，让每个女人能够站立起来、健康起来。因为每个女人必须依据生老死的哲学，享受你自己身体。宇宙是给你的机制，女人不容易生病，也不应该生病。记忆衰退是缺乏三酸卵磷脂。请问老师，平常是很多吃好油、动物蛋白质，可以这样记忆吗？我会告诉你，搅动。我们所有记忆中心是在这里，但是事实上，记忆中心是在你的阴道。今天你所有这些器官的运作，完全依据血流速度跟温度。你要不要给它血流速度、温度，再加上你的营养？假如你补充三酸、腰果。香蕉，补充更多的营养品，你都不想动，你还一样是老人痴呆。我叫要脚要动，是因为脚的静脉逆向虹吸原理，它由下往上送的时候，你的静脉送到肝，杀菌排毒，脏东西送到脾，分解代谢又分成两条。一个干净的含有二氧化碳血液，经过右心房到肺泡跟氧气交换，跟血红素结合，经过左心房送到全身；脏的血液送到肾脏过滤，分四条路：脂溶性的毒素垃圾在大肠排掉，水溶性的垃圾在膀胱尿排掉，气垃圾由毛孔排掉，剩下的还可以用的血液，由你的骨髓重新吸收再利用。假如天气转凉，容易长水泡，我还是讲，我们的皮肤会产生的病变都是维他命 A、维他命 C、脂肪。你只要绿藻多吃，脂肪多吃，维他命 C 多吃，盐巴多吃，这问题原则上通通不会再长水泡。请老师，乳头。是轻轻的抚摸，还是要有一点力量去搓了，可以才可以和大脑性神经连接。我常常跟每一个女人讲，你先把乳房全部乳房搓搓揉揉，能量去把它搓开，让你阴道收缩，力道有阴部湿哒哒的，那你常去抠你头，每一个人敏感度不一样，有人要希望大一点，有人要小一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有人是用捏的，有人在抠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喜好不一样。我希望每个人，你去抠乳头的时候，阴部有感觉，会阴神经、性神经、脑部有感觉。因为我要求女生100%，你必须要做到完整的女性。我要求女生，你必须100%做到完整的女性。
因为你必须生命力腺体完全畅通，你才叫完整人。生命力腺体不畅通，你不叫完整人。我们昨天来那个太太，她告诉老师，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信任感很多年的，阴道干干的，阴毛白白的，怎么60多岁就是变苍老了？很多病，高血压、糖尿病、痛风。既然跟你学以后，什么都不见了，乳晕变红的，粉红色，阴唇不是黑的，变褐咖啡色。加点粉红色，而不是垂垂，而是往上拉。阴毛白的全部变黑的，而阴毛变得很亮丽，有光泽。全身走一路来，哦，好像小蝴蝶一样，根本不像60几岁的人。每一个人，你必须把我的每一句话听进去。而实际上去用，女人，你就可以不生病，你就可以永远漂亮、回春美丽。这是宇宙给你的定义：生老死，女性是不生病的有机体。你今天你会生病，代表你不爱自己。你摸乳头摸老半天，阴道、性神经、婚姻神经、脑部都没有感觉。表示麻木不仁，你已经开始对不起自己了，不是对不起别人，是对不起自己。宇宙把你生成是要让你健康、漂亮、回春美丽，要让你有爱、有慈悲，懂得分享，这个社会、国家、家庭才会幸福。鸡皮和鱼皮也要一起吃吗？很好啊，鸡皮鱼皮都是一个很营养的东西。腰酸背痛，脊椎右边桡筋发炎都会痛，什么原因？要做什么动作？有时候发炎，有时候是因为你过度的劳累，它产生了乳酸，你的微血管卡住了，神经不通，它就会用痛来告诉你，它并不是病变，它只是叫征兆。比如讲，我这几天我要把纳木种在中间的这一排十几棵这么大的，全把它锯掉。我要把大门口的花盆，这么大的花盆，每个花盆有3棵很大的桂花，因为在里面拔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到，人家当时种下去的时候，那个套子没有拿走，就根长不出来，所以我把它移植在旁边，我把十几棵的鸡蛋花在水稻旁边的全部连根挖起来拔除，因为那个叶子有毒，掉在水里面小鱼会死翘翘。上次一个台风，结果叶子掉在水里面，隔天300-400条的小鱼全部浮上来了，所以我必须要把它挖走，然后再把桂花种上去，再把鲜花移到鸡舍、羊舍旁边去种。你看看，我这2-3年一个人做这么多，累不累？累。有没有腰酸背痛？有。你说没有腰酸背痛，错误，骗人的。为什么今天还是可以上课？我赶快躺在这一台，让我的微血管能够顺畅打通，让它不再产生乳酸。要不然起来的时候这样
这样根本腰挺不直。但是我不做，谁要帮我做呢？对不对？我还是要做，所以我就靠这一台，像个床一样，我坐上去，晚上就躺在上面，开个八个小时，早上起来又生龙活虎的，又去做，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回来的时候都腰酸背痛，做了又，又开车回来台北，今天上课，我早昨天晚上也睡一个晚上，整个身啊，不像年轻人一样。也就是告诉我说，为了人类的健康，除了靠手搓搓揉以外，有时候不够了，还是靠高科技的产品。所以我讲，我那天去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医博士的家里面，跟他泡茶。我说台湾的中医必须要更积极、更长进一点。中医必须取代所有的西医90%的业务，所以未来中医可以蓬勃发展，西医将成为黄昏产业。因为西医根本不会医病，他只会开到其他什么都慢性病根本都不一窍不通。实验了76年已经错误了。我告诉那些中医博士说，引进德国的所有的光波跟磁波疗法来代替，来补助你的医疗品质，这样的话很快就可以把西医取代掉，然后把我的观念方法教你的病人，未来中医会完全的取代西医。西医不想被取代，西医必须快速让西医的医疗快速的没落，用光波疗法、磁波疗法，还有我的方法放在你的复健科里面，然后要教人家怎么治医。虽然会缩减，但是至少你还可以维持30%的生存率。所以台湾的西医必须在萎缩70%，对台湾人民才是有福的。而中国现在完全听进去我的话，中国现在已经从小学、初中、高中开始在学习清朝文化，所以台湾，你不再努力，不再快速让西医结束70%的营业，对台湾是一种100%的伤害。这些政客，你也存养不久，反正你早就脚里没有钱拿了，你就跑到离开台湾的。台湾这个对人民比较认知未来的趋势，台湾人不应该被西医一骗骗76年，被国民党由中华民国带进台湾来骗76年。我们必须要快速的把中国最烂的文化说一套做一套，这种丑陋的文化废除掉，台湾才有未来。至于未来台湾跟大陆要怎么办，我坦白跟各位讲，大陆现在会没落20-30年，但20-30年后他们制度一定会改，他失去一次的领导全世界的机会。习近平在第一次要连任的时候，我写信给他，他没有采用。我说大陆有非常好的社会制度，又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所以大陆用社会民主资本主义改变民主制度，尊重人家的智慧财产权，不要把它没收，不要偷窃，这样中国人才会被国际
认同，然后中国要想办法把中国的清朝药文化跟中医文化发挥淋漓尽致，加上磁波、光波的疗法，未来整个中国人会很健康，而变成民主化以后，很自然的，台湾就没有借口，自然而然就跟兄弟姐妹一样，民主化结合在一起。所以台湾之所以不能够跟大陆结合在一起，是因为两个人制度完全不符合。但是中国现在已经加紧改变，我乐观其成。我也希望台湾这些执政者，未来想执政的国民党或民众党，你们的医疗政策是完全的错误，就等于完全的零分，还是用诈欺的方法、欺骗的方法在骗人。你必须觉悟，实验76年的西医是完全的错误，完全的错误。不要再用疫苗在控制人类，制造更多的祸端、更多的病因，那是错误的。当你腰酸背痛，你就补充镁，镁可以让他身体放松，哦，水多喝，盐巴水让它代谢，把那些乳酸代谢出去，搓搓揉揉放松，或外丹功法，那是一个很好的放松法，可以让你身体加速把不要，要不然是用仪器，用护垫位移，护垫位也可以把乳酸代谢掉。疏松也可以，哎，这台是专门对微血管的，还有我未来进的那个200-300万的那台仪器，全频光波，通通可以，哦。为了工作流汗后背部的地方会臭臭的，什么原因？我告诉你，当你汗水臭臭的，代表你的大便、大肠并不干净。我希望你赶快买老师的清肠剂，浸润式清肠剂，把脏清干净以后，以后你流汗通通没有味道。脖子后向后仰的地方接近头骨地方有点凹陷的地方，地久摸索也凹陷，是什么原因？如何治愈？那个地方你要去放松它，松弛穴，你就这样放松它，慢慢往这边，往后，往这边，往这边，哦，往上延展，哦，往后的时候，背部靠了支力点，然后去按摩它，让它很柔软，很快就通了。镁都补充了，每次看电脑看完以后要往后甩两下，因为它大椎穴那个地方有好几百条的神经连接点，你头往下低，它就有一半的连接点脱离了，所以脑部跟手就会出问题了，就常常去这样做。我每天做负离子健康器按摩棒，按摩那样区腹部，子宫肌肉变小了，卵巢瘤也变小了，肿瘤变小了，继续做，肌肉总会消失不见，一定会消失不见。然后我必须教你，每天去摸高潮，摸高潮的次数多一点，一天摸2-3次，肌肉都会消失，啊，肌肉都会消失。所以我常讲，宇宙给女人阴部，那不是男人的发泄器。我一直讲一个问题：人类没有性器官，女人的阴道不是男人的发泄器，
它是帮助男人新陈代谢。你的阴蒂阴道，我希望女生每天要常常自己摸摸高潮。它跟性没有关系，它不是手淫，不是自慰，不是淫荡，完全是两码事。它是非常喜悦的，它会让你健康、漂亮、回春、美丽的大药，那是良药。我们这27年来，让好多好多女性摸高潮，结果她肿瘤、癌症通通不见了，因为放松摸阴部，血流速度一秒钟640公里的速度，那癌细胞是肿瘤细胞是不能储存的，因为细胞坏细胞会跟着血液流到肝，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而你喜悦的时候，你常就听老师赵老师话，搓搓揉揉扭腰动，你的大肠会产生，记得你要记住老师的话。我们政府是不会教你这些话，因为我叫你去动，为什么要这样？要顿屁股扭腰？你以为我神经病啊？因为我要让你大肠蠕动，我大肠蠕动，大肠会产生丙酸、丁酸，会把肿瘤癌细胞杀死。我胰脏会产生拟卢洛胰蛋白酶，因为肿瘤癌细胞是阴茎电荷，我的淋巴就是要杀细胞，杀不死它，因为我的淋巴就是要杀细胞是阴茎电荷，而癌细胞是自己产生的，也是阴茎电荷，同性相斥，我淋巴杀不了它，那我必须靠我的胰脏分泌的拟卢洛胰蛋白酶，把癌细胞肿瘤阴电变成阳性电的时候，我的淋巴微很畅通，就可以把它杀掉。再加上我用腹式呼吸纯氧，再用按摩棒腹直波腹电位，造成你的生长磁场是负离子状态，肿瘤癌细胞不欢迎，所以你去摸高潮。女人一辈子不要肿癌症。全台湾第一个男人叫女人天天摸高潮，我让女人一辈子不肿癌症的就是我，我很光荣。我这次在云林那边，有人特地去找我，看到老师说：“老师，这个两个水梨送给你吃，陌生女人。”我说你是谁？老师你不认识我啦。我打电话给你们公司，说你在这里，跟师母在这里。我们特地由台南跑过来，来看你一下，看你园区。我带他去园区看看。他说老师，很高兴认识你。你让我两个女儿子宫肌瘤都不见了。我们家是很保守的。记者要当时要叫我女儿去摸高潮，我女儿说：“妈，那不是邪淫吗？宗教不是告诉邪淫？”妈妈说：“那妈妈先试看看，觉得不错，你也试，就测试了。”他们现在一家三个女人，天天去摸阴部摸高潮。她老公说：“老师，我家三个女人越来越漂亮了，我带出去好得意了。”我足熬的俩，出来吃三个糟人拢才睡着，我你也足熬。所以我说，人把老师的话听进去，用在生活上面。女人健康的，家人就幸福了。哦，女人这样这样幸福了，你把爱跟慈悲都给老公，老公呢，快乐的不得了。家庭事业都好。我一天来二天，第三天就没有了。第一天来一点，后来就没有了。什么事？把你的血海穴，你把脚踝下面两边搓开，下旋穴不能凸出来。一阴泉搓开，啊，三阴交搓开。血液搓开，尤其这一点，要把它搓不痛。大脸内搓开，脸上去搓开，大脉搓开，妹子量就正常。然后呢，更年期
通没有后遗症，完全没有热潮红，不知不觉个人就过去了，而且越来越漂亮，回春美丽。哦，这是原本学校要教的，妈妈要教的，他我们妈妈不懂，学校又不教。哦，这是政府辜负了我们，我们缴税金，政府都没有认真教我们，这是无奈。平常全身按摩是由下往上还是由上往下？随便你，不要分别心。凡是按摩的时候，做动作的时候，要保持嘿开心的笑。我要你们从早上起来都笑，睡觉的时候笑，要当校长，要当校花。如果清洁器、清洁力自己一个人使用，要消毒吗？如果要消毒，怎么消毒？我还就简单。大的完毕以后，水冲冲拿起来后，那个 L 管用肥皂水洗一洗，那酒精喷一下就好了，啊，喷一下就好了。要用的时候再喷一下，洗一洗，再用就好了。很简单的一个，假使像我，我烧一个礼拜用两三次，我烧两三个月才换一个，我算起来一根才一天才花一块钱而已。因为工作晚上熬夜到两点钟，什么风啊、整体伤害，这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做到两？没办法，夜生活、餐厅。那我告诉你，平常的多把你的肝经多把它搓搓揉揉，全身去把它搓搓揉揉。睡觉的时候。你回到家里面三点钟，你就好好睡吧。没有什么能够弥补，平常都把它搓搓揉揉，有些肝胆经都搓搓揉揉。我是希望能够改行，啊，不能改行，那就没办法，你就必须要这样做。你休息的时间要比别人更长一点，因为晚上的休息那是肝胆经在修复，你这个时候你肝胆经会受到受伤。平常多补充一些幽顿草、腋下珠，哦，多补充，金银花多补充，哦，珍珠汽油，哦，多补充，这样对你肝会比较保护作用。心跳一直过快，盐巴吃不够。当你盐巴吃不够的时候，你血液总容量会降低。这时候你中枢已经没有血液，盐脑通知心脏，啪啪啪开始跳了，会造成假性的心脏病、假性糖尿病、假性的甲状腺。平常脚多动，小末梢多打通，脚踝多动，盐巴多吃，这问题就很快就解决掉了。不要找医生骗人的。按摩棍可以按摩头发，可以全身都可以按摩。如果预防心肌梗塞，平常多动吧，脚都动就预防心肌梗塞，就是这样。做一次这样，常这样手脚握手放松。你手脚末梢是动脉尾端、静脉的前端。啊，每个地方都要按摩，维他命 E 都吃，一天吃两颗；镁一天吃4颗；紫苏油一天吃20cc；维他命 C 都是补充，啊，这样就永远不会心肌梗塞。女生多摸高潮，男生做倒立多抖动，做一次只要动，一辈子不会心肌梗塞。虽然出现红色的突厥刺，是身体什么问题？那是微血管脆化了，要小心了，赶快加上补充维他命 C 吧，胶原蛋白、镁这三个赶快补充，用砂酒点在红色上面，或是用构树枝点在上面去，
让那块刺慢慢消退，然后吃进去的东西可以帮它修复。老公每一次睡觉用嘴巴呼吸很吵，让我无法入眠，该怎么吃一？第二问题是，月经有时候量多，有时候怎么办？那是血海穴堵住。第二问题先办，这地方堵住，你把脚踝这边常去转，脚踝的下面下旋穴，这边子宫，这边卵巢，会凸出来就不对，要把它捏到完全不凸，哦，这地方凸出来就不对。然后阴陵泉这个地方，四根手指骨头下面，三阴交抽开，阴陵泉抽开，哦，小腿抽开，血海穴这一点血海穴。把它抽开，大腿内侧抽开，能量区大脉抽开，那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脉是就会正常。平常你要多补充花椰菜，花椰菜里面维他命 K， 平常多清洗大肠，大肠可以产生维他命 K， 你大肠没有产生维他命 K， 所以那个血量多还没办法修复，哦，子宫剥离以后没办法修复。然后这两个问题是因为他的气管折到，你枕头不要枕头，枕脖子，用毛巾用毯子折朝这么用你虎口穴这样压，这个高度给他枕头，后面呢高度是头的那个枕颈的二分之一啊，平常这边都给他按摩，那经络堵住了啊，通了，他气管是没有折到，没有压扁，是正常的，他就不用附身了。白血素过高该怎么做？白血素过高是身体呈现发炎状态，杀鸡酒这样吃，维他命 C 这样吃，金银花，或是加上那个，加上看你要用胡须爵啦，或是。我们那个恰杂木、玄风草 啊都可以啊，让我们身体维他命 C 都补充，让身体不发炎，那白血球都下降了。早上空腹喝盐包水可以吗？网络上说空腹喝盐包水不好，那胡说八道啊，哦！为什么空腹喝盐包水不好？你告诉我哪也不好，有什么不好？告诉我，什么学理？盐？好，啊，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啦。我们回收到医院去急救，早上也急救，中午急救，晚上也急救，急救他们早上就掉了生理食盐水，那病人已经快要死了，他还要掉生理食盐水，那不是加速让他死亡吗？对不对？哦，盐要多，你不用怕盐太多，盐太多毛细孔会把盐排掉，肾脏会把盐排掉，肾脏跟毛细孔是自动平衡钠的机制，它可以把你平衡，所以不用怕多。那是一群西医怕你们知道人对身体很健康，他就制造一些胡说八道，哦，我不想骂了，反正我要退休了，反正看到他们那群人，我觉得他们跟人已经相差太远了。只要吃米饭肚子很快就肥胖起来，但不是胀气，平常在运动，老师有睡过这种题吗？就一辈子不能吃米饭？没啦，谁说吃米饭肚子就胖起来？不可能啦！我告诉你啦，那你运动量不足啦，你吃进去的热量产生 ATP， 你这一餐没有用完嘛，所以你当然会回收到肝变肝糖，太多的肝糖释放出去就是中性脂肪。啊，不然，我那么霸道。我只要吃到几岁，人家七十几岁肚子大，我们七十几岁肚子还怎样？
我每个礼拜都在园区里面工作啊，在怎么样我都在工作啊，拔草啊，除草啊，还除水沟里面的泥巴，我工作做不完的，我做得很快乐的，你晒太阳晒的，好快乐啊。主基督大人外侧比较脏，难以堵住，这就是胆经堵住了。但是如果你先要有委中穴，委中穴打通以后，这个地方再敲这里，委中穴不打通，这里没办法消瘦。委中穴打开以后，这边再敲这里，这一块肉就会消瘦下去。所以先把委中穴打开。肾结石，告诉不能吃镁钙，说了胡说八道了。肾结石，你就去吃钾、镁多的东西，香蕉、绿草都吃，或吃金钱草，它里面有镁、钾很多，结石慢慢的化掉了。红曲需要 Q 电吗？不必啦，不必啦，没有关系啦，要胡说八道啦。说 Q 电会容易消掉，啊，我告诉你，红曲主要是要降胆固醇。你胆固醇，你只要好好的睡觉，把肝已经打通，让肝生产足够的 HDL 胆固醇，自然而然就可以帮助你把过多红曲、过多的胆固醇分解掉。你肝只要正常运作，它可以产生卵磷脂跟 HDL 胆固醇，把食物送到每个部位的低密胆固醇完成任务死亡的这些低密胆固醇，把它带到脾分解代谢掉。卵磷脂可否和植物不在一起吃？可以。一定花三年时间根本不够，要律动，要晒氧，要清肠，要臭氧，要减脂。每次吃完后三十分钟开始臭臭头，要躲另外一半做。我要干脆把它丢包去做老师的志工好了。你好可爱啊，妹妹，你那么可爱啊！真的，我知道了。三个小时真的是不够了，但是你要是知道一件事情，当你用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做身体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人生都有意义，你自己越来越漂亮、越健康。我举一个例子啊，我有一次去高雄上课，对不对？啊，上完课我要回来，啊，我就到外面，他们就拿我的按摩棒还给我嘛。我要走了，旁边有人，老师你等一下，啊，敲门，老师我等你好久了，啊，哎，我一看是谁，啊，是一个学生带她老公来，啊，带她老公来，老师啊，我这个送给你吃，那我亲手做的，我知道你没有牙齿，他知道我没有牙齿，送一个，哎，叫什么呀？蜜的者哈，啊。嘛是噶啦，袂讲真嫩啦吼，啊真胖啦，伊有咧掺着我，伊个伊知影我爱食迄个腰果嘛，伊含腰果磨粉啊，甲米粉啊，就做个糕点，啊做个奶酪，哦，纯牛奶去做奶酪给我吃。老师，完了，请你把这个人哈带回你的云土库好不好？我问哪个？我老公啦，在我家碍手碍脚，你把他带去了，家动他也不动，加上他明明一天到晚吃高血压、糖尿病，按着西医一时解一不好，啊，加做他说做了会痛，干脆老师，你把车门打开，把他塞进去，后行李箱，啊，你把他带回去。
看到你，我想到那一幕，啊，我会笑死了。这样，老公哈，去老师生活里面做一个月，去那边做一个月志工，被积水，会为什么会积水啊？事实上，我会跟讲，第一个是我们的膀胱经神经堵住，其实我们细胞有些会破裂，破裂会产生水，那它正常是要有的。膀胱经、三经收起用，进到尿尿排掉。那为什么破裂？细胞弱化、脆化，压力太大，酶流失了，细胞变得没有弹性，容易脆化。所以为什么叫你维他命 C、酶、柠檬酸酶要补充，绿藻、死亡要补充，这些是让细胞有弹性。你会小孩老公一些事情生气的伤到肝，一时之间怎么办？可以补救？不要生气啦，我知道哈，你人哈常为了小孩的事情。为老公的事情，我很多一生气，这都给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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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人家那边哦，乳房硬块了，腹部里面硬块，因为每次在生活里面，我在帮很多女人去搓肚子的时候，或搓乳房的时候，我看里面都硬硬的，我说你为什么要把那些生气埋怨放在那？老师，我多啊，我够气啊，啊我不多啊，女人就结婚就要生孩子。还是这样，孩子，孩子不听话，哦，你就生气了，这是无奈了。所以女人，我一直要求女人哦，你要好好的爱自己的。尤其是五十岁以上女人，还是慢慢长大的，你要开始把一点的怨气哈，要把它好好的清一清，把腹腔跟乳房这边、肺部这边要把它搓搓揉揉。你看昨天来那个太太，我说老师，跟你学多好。高血压、糖尿病、水肿都好了，肚子里面的咽气呢，也摸起来里面一条一条硬硬的，这边硬硬的，现在呢，舒展有力，啊，每天好轻松，把过去所有不愉快怎样丢掉了。他每个礼拜来上老师的课，潜移默化把老师的观念完全融入他的生活里面。我发现到很多女人把老师的话融入生活里面，而这些女人。变得很善很快乐，过去了就把它丢掉。我希望是每个当下、每个未来都是健康、快乐、喜悦的。在我人生活了到有一天要往生的时候，打电话给周遭朋友举杯庆祝，我明天往生，快乐的走一回，这人生才有意义。我不要你们在现在六十几岁、五十几岁到往生赚钱。天天生气，天天生病，值不值得？不值得。而全台湾会让人很快乐的，不生气、健康的，就是我。我最得意的，让台湾多个人快乐。我觉得我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这样，看到很多女生，以前不敢摸自己摸高潮，现在说老师。我从来没有让原来自己摸高潮比跟老公做还要舒服。老师，我不敢跟别人谈这件事情。我跟老师你谈的时候，觉得好快乐啊。对，忘掉全的，因为老师没有信。我从来认为女人。跟男人根本没有性器官，那地方本来就叫生命力，本来就是神圣的，而女生的阴道本来就是女人的记忆中心，所以记忆中心要让每天喜悦，每天快乐，把过去不如意的时候就把它丢掉，让女人很健康、漂亮、快乐，回出美女，那都快乐的事情。所以三个小时真的不够用了，我说至少要三个小时，
我知道很多很多女生都告诉我，老师，我认识高雄一个太太说，老师你看，来看大姐，我一天上就要四个小时以上，有时候六个小时，我能够做到这么漂亮，我们公司里面同仁都说奇怪，啊，你怎么会老啊？跟你工作十几年，我们一个一个都老了，啊，你竟然越来越年轻，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他每一天就至少四五个小时在搓搓揉揉，而他每一天都会用高潮，早晚各做一次，有时候假日还可以做三四次。这时候就是这样而已，哦。所以肝呐、啊，不要生气了，就不会伤肝呐、啊，哦，搓搓揉揉，想快乐的事情好不好？要不然带老师的园区走一走，啊、哦，看看老师就快乐了。很多人说看老师就快乐了。手掌背后的皮肤开始有皱纹，我平常如果保养搓什么部位？啊，你可以加点油啦。皮肤只要有油脂，它就不容易有皱纹。多补充油，因为人家都油的，油脂要少了，它的皱纹就会增加。阿兹米要如何治疗？阿兹米我没办法告诉你两句话告诉你，艾滋病，你必须让他去了解整个生理结构。你必须要让他了解生理结构，只要他的血液能够干清澈、速度快、代谢快，艾滋病对他没有生命危险。他血液的代谢太慢。他微软堵住了，最后只有一条路死。所以我常跟很多人讲，每一个人疾病都一样，只是名词不一样而已。啊，你如果去面对自己，你必须要面对自己。因为艾滋病是因为性传染的。人是唾液传染的，不管怎么样，你去变成，你必须要想办法去让你的血流速度加速，让你的细胞呈现阴离子化，让你的细胞护细胞比这么高，那细胞会自然代谢，自然会代谢出去。因为人，你要知道，人每一个六个月到两天。就会把细胞代谢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可以年轻的新的有机体。问题是你要不要做？问题是你要不要开始面对自己？把我的所有话听进去，好好去做。比方这话要怎么办？平常这个样。余光线，怎么打开？耳朵这边，耳门听不听光？平常就压，这边有一颗一颗的，压到最后一颗一颗都没有了，沙棘耳都含在嘴中 ，RMC 绿藻都补充，都是要做这个动作，啊，把任脉打通，问题很快就解决掉了，一辈子不要甲状腺发炎。多囊性卵巢发炎或是卵巢瘤，其实我常跟很多人讲，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从小不重视我们的这个地方脚踝这里？很多女人初中女孩子这边都肿起来了，那未来都是卵巢肿瘤癌症，这边内炎的。肿起来了，就子宫病变了。但我们政府从来不做预防医学，而做父母亲的也不懂。你们为什么不平常在家里面就叫孩子怎样有空没空怎样
去转这个，或是压脚踝这里，或是常见这样吸气、闭气、吐气，加长这样，常这样做。那小孩子，你小女孩一辈子不会去种子宫卵巢病变，你在阴部这边常去摸高潮，妹子完以后给她灌椰子油进去，或者常坐这种椅子、垫子，让微软顺畅，给她光疗或是磁疗，因为未来的健康。你自己做不到的，就靠大自然的光疗、磁疗来改变你身体的机制，你就不会有任何病变。因为整个大环境改变了，震波无限度提高，6G、物联网、全自动化的汽车将造成人类的伤害。有人告诉你吗？没有。没有，财团跟政治，通通是一群最高的骗局。他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但谁告诉你如何预防？我还是讲良心话，知彼知彼，百战百胜。我知道他会有这种祸害。我就用什么方法来避免？你要不要去避免？要不要改变嘛？你要不要？就像刚刚那位太太，老师三个小时不够了，哦，5、6个小时了，还避开老公，她老公不在，我赶快去摸高潮，好可爱哦！要5、6个小时，但是她5、6个小时做出来，她每天抽5、6个小时，变成漂亮，她老公不知道。老婆为什么越来越漂亮？他以为说，欸，是我养她养才漂亮，不是啦，是这个女人很认真把老师的话怎样，因为生活上面所以变漂亮。啊，你想想，一个女人变漂亮，人生都有意义，漂亮、健康、回春、美丽，那多快乐的事情！此包装在除了护齿能按摩棒外，有没有大自然环境什么地方可以下次你可以做的？你搓搓揉揉也是一个什么共振呐？啊，用这个也是一个磁波共振，它可以帮助你的微血管顺畅。啊，另外一台200多万那台的，是光波，让细胞活化，还有能增加，让你。五脏六腑强化，啊，不容易有病变。所以目前全世界已经走向一条路，在北欧跟中国，那跟德国，他们已经走上为了配合的大自然环境下，很多的厂商产生的高科技的产品。使用方便带来的病变，他必须再用另外一种仪器来防止人体的受伤。大腿旁边有条神经酸痛，按摩棒多搓搓揉揉，多放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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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去踢踢，多这样抖动抖动，他这样都就好了。小孩子全身和局部有过敏怎么办？绿藻给他多补充吧，身上多给他涂椰子油，连 MC 都给他补充，啊，平常椰子油、紫苏都补充，这个孩子过敏，他就比较减少，甚至完全不见。就像我以前是严重，我手一摸，这样一摸就肿起来了，一摸就肿起来，一摸就肿起来，不要说捏了，一捏就肿很大，吸根本不会啊，所以最后就被癌末从这边到那这边都烂掉了。
我是靠绿藻，靠蓝皮，靠油，哦，靠盐巴，甲片软。看地板会有坡形的错觉，是我患有黄斑性病的，能吃吗？黄斑性病变大部分的起因最初是维生素 A 严重不足，绿藻、蓝藻都补充，对它有帮助，量要大。维他命 C 跟紫苏油当然给它补充，几乎很快就改善。身体很多部位每天按，每天都会痛，代表筋膜发炎吗？不见得，有些会痛，它只是你的细胞阳离子化，不导电摸起来会痛。有些地方是已经发炎的，啊，不见得是完全一模一样。我希望你搓搓揉揉，喝盐巴水把它带掉，很快就可以解决，或者按摩棒去按摩。平时在喝盐水，但天气冷还是会头痛，如何吃小动吧，手脚末梢打通吧，合谷穴打通吧，你血糖上去啊，血上不去，头痛一定会痛的啦。不是只有喝盐巴水啊，前阵子说耳门听会听光，一光穴要把它戳开，让血液完全畅流。上面有头痛了，一定是下面堵住上不去的，可能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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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部位都不一样。你要你自己，你要自己寻找，不是只靠吃盐巴就可以解决一切。最近几个月，双手都在全身搓搓揉，可最近右手突然间无名指关节出现疼痛，请问这可以治愈吗？可以，是这里出问题，这里卡住了，因为你搓过度，这边没有放松，所以平常做完以后要多放松。哦，我希望你们。当你手做累了，手多做这个动作，多做这个动作，放松放松啊、哦，放松，去放松，哦，完全放松，整身体都放松，让它维持完。这时候不要想任何事情，放松才是最好的治疗，放松才是最好的药，放松才找到缺点，放松才找到病，放松才能解决病因。希望已经煮晒了，又不想装指甲，该如何用按摩棒？就按摩棒全身搓，末梢要把它搓开，全身搓开以后，你补充维生素 E， 一天两颗，镁一天四颗，紫苏油早上二三十，下午二三十，维生素 C 每一餐2000mg。纳豆两颗到四颗，然后全身搓搓揉揉，慢慢的，心脏堵住的那些血管慢慢会松。脚呢要动，搓全身搓搓，脚要平常养成习惯，脚要动，蹲屁股扭腰，哦，这血心脏血管要慢慢清澈了。你必须给你的心脏。毫无压力，心脏会出问题，是因为你脚都不动。上班人吹冷气，脚都不想动，脚不想动，你静脉逆向虹吸原理运作失调，血液上不来。当然盐巴吃不够了，我的脑部盐脑通知心脏，心脏瓣膜、心脏内肌、心脏血管脆化或是阻塞。而西医不会告诉你这些问题所在点。人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脚高头低的睡觉吗？我常讲很有趣啦，因为女生摸高潮，血液加速循环，所以男生就脚翘上面，啊头在下面。
那个十分钟、二十分钟、三钟还蛮舒服的，但是再久时间就不舒服了，因为大腿、小腿因为回流速度慢，小腿出问题，所以你可以二三十分钟、二十分钟左右就下来，脚要有动，否则它循环也受阻碍。因为我们的循环，你的脚都很自然的，自然利用理论会把血液往下冲。然后你睡觉的时候，你把它抬到超过心脏，那通不上去了。短暂时间可以，长时间就错误了。老师刚刚说的四条线路没有听清楚，可以打出来。什么四条线路？四条经络吧。他是刚是问什么问题？没有，最早你回答别人的问题，然后他听就问说，你说的四条经络是什么？但是一般来讲，我常常跟人讲说。所有疾病是肝、脾、膀胱、肾。一般的任何皮肤病都是肝经、脾经、膀胱经、肾经，这是要经络堵住。而你的肺经强化，把毒素排出在表皮，由血液组织出问题 ，A、C 死亡，维他命 A、维他命 C 死亡不足，就造成皮肤病。所以先把肝、脾、膀胱、肾四条经络打开，让它代谢正常，问题就解决掉了。右脚后脚跟走路常痛，小腿筋膜炎，常常去转脚，然后利用楼梯这个脚下用力压会痛，我知道。慢慢使力，慢慢轻轻微微，慢慢用力一点，最后用力去踩都不会痛，里面一颗一颗、一粒粒、一片一片、一块一块都不见得，很顺畅，那这问题就解决掉了。平常那个不用吃药，就转转压一压就好了。小朋友小腿无力走不了路，以为是肌肉萎缩，去医院检查说。神经损伤，具体检查不出原因。他已经告诉你神经损伤，怎么没有找出原因？你凭神经为什么会损伤？神经靠哪些器官？镁、钙，多补充镁跟钙。哦，你的神经。它是依据它作为能量的，所以补充镁跟钙。因为缺镁缺钙，神经都会受伤。手臂长出很多黑点，是像老人斑。老人斑可以用吸清气的，清气可以改变，让老人斑全部不见哈，可以清气。人容易发脾气，看事情很悲观，是根结问题，还需要补充什么？没啦。有些人是喜欢钻牛角尖，那你家都。来参加老师的生活营，跟老师多接触，你不知不觉你会越来越乐观，更快乐，改变一个环境，多去看一些书，这样都可以改变的，不要气馁。
因为人你要去了解我为什么要活下去。我常问你为什么要活下去，我常问你很多人，你是谁？你不要告诉我你是爸爸的儿子、太太的老公、儿子的爸爸。我要你了解你为什么而活，你去了解看你为什么而活，你活得有没有意义。当你觉得你生活活得有意义的时候，你会充满了快乐。就像我，我现在活得很快乐，为什么？每一天都有很多人来找老师，很多人因为找老师以后回去认真做，健康的、快乐的，那不就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吗？你这样想的话，你就会改变你脾气。你钻牛角尖，你永远解决不了事情。哦，钻牛角尖永远解决不了事情。不要乱发脾气。人活着要快乐，肠子扭曲打结，如果是往西的方法，用大肠镜处理。君老师，可不可以不用西医？平常你就多炖屁股，他自己讲肠子就不会打结了。你去把它清肠吧，先把那个乙状结肠、直肠结节先把它清干净，然后。往往不是肠子打结，往往是我们腹腔里面的肌肉堵住的程度不一样。我是规片，点翘翘，我是高高的，所以把它搓开以后，它慢慢会回流出去。所以我们必须把腹腔、胸腔认真去。跟他对话，去搓搓揉揉，他就不会产生病变。躁郁症无需要，可帮助治疗。想用中医代替西药，加上自己努力，可以吗？其实躁郁症根本不用药就可以医好，改个环境，你改变个环境，你让他静下来。其实躁郁症你给他安静下来。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啊，有一个躁郁症的朋友，他在家里面。怎么医不好？来问我怎么办？他先生告诉他说：“老师，我为了这个老婆烦恼死了，把他丢一个人在家里面，要不放心，带出来了、啊，我卖肉了，他在旁边写着人。”那怎么办？啊，打回手问，那怎么办？哎，我不能做生意啊！真是很无奈的。你把它放在一个地方，让它园区可以自然自由走动。没有人跟他说话，我也叫那个学生在园区走一走，累了你就进来，我也不跟你讲话，
我晚上才会跟你讲，看你一整天有什么心得。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三天他问我：“老师，你要不有好吃，哎，我能好未？”我就问他：“我忘记了，你什么时候来？”我都忘记了。欸、老师，你就忘记了、喔？我来今天已经第三天了呢、喔，啊，你怎么不跟我讲话？啊，对哦，他来三天了、喔，我都没有跟他讲话。我说，然后呢？那我在想啊，为什么我会那么没有人缘呢、啊？对啊，因为现在每个人都讨厌他，那怎么办？老师，你为什么我跟你聊天，你就很乐意跟我聊天，而且很高兴？我说对啊，我很喜欢听你讲话。我让他静静的，他肯定开始思考，他在思考他跟别人如何互动，用他自己另外一个心态去面对。而周遭的朋友不再用以前那个观念说、啊、他就是严重躁郁症、忧郁症，因为他根本没有躁郁症，他根本没有忧郁症，他是一直想不开而已，就要想开了，什么事都没有啊。第五天，他家人来，把他带回家，我说你看看，你女儿现在精神怎么样？欸、很好啊。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在讲负面的、啊，他了解，他了解为什么而活。假使你今天你都不了解你是为谁而活，你当然会忧郁症的。我正常也会忧郁症，我会紧张，我为什么今天为什么要活？但我知道我是为了要帮助更多人健康，我有使命，我就很快乐很高兴，我就不会觉得我就不会赢呀，我就跳了，我不会呀。我让他自己沉思沉思，那我会晚上才会跟他聊天。就像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实，要再做一个实验。我还没做好，我看这实验可不可以？那美国的国家的 FDA 认证的，我们弄一个能量屋，让一个人在关在里面关一个礼拜，都不给他出来。你看一个礼拜他出来会感觉怎么样？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用很多忧郁症的、躁郁症的，让他在一个礼拜，没人跟他见面，一个礼拜他跟我对谈的，跟第一天跟我对谈完全不一样，比较有逻辑，而比较正常。因为你不要你家里面的，你把他当成忧郁症，你都用忧郁症的角度来面对他，他永远不好，因为你跟他磁波断讯，你要跟他要完全同理心的是磁波共振。所以为什么我在戳人家肚子的时候，我是把我整个身体融入他的肚子里面的，我融入进去里面，就跟他对话。才能够把一条一条的堵塞的地方把它拉开。所以忧郁症、躁郁症，我不希望你们去用吃西药，西药方法会变本加厉，那是本身是错误的。我几个便便都有带红色的黏膜，有时候很明显的红色，有时候有开始用清肠，清完以后。有出水，红色的水。我本身那一次，请问这次
血是那次出血，对了，是那次没有错。可以改善，怎么改善？本来没去大量吃啦，西医要大量吃。哦，而且要加金银花，哦，金银花也可以出水，金银花再加上黄芪，哦，活化你的细胞。可以啊，你吃维他命 C 可以吃沙棘籽油，可以吃紫苏油，哦，沙棘籽油对伤口都有帮助。啊，伤口把紫沙棘油把它灌到那个内眼上面，啊，维他命 C 当然吃点，那个微血管破裂很快就修复起来了。小孩子六天没有大便，除了帮他按摩肚子外，还可以帮他做什么？需要补充什么？他纤维质，小孩子大部分都纤维质吃太少，或油吃太少了，水喝太少，水油纤维质给他都补充的。那你可以用清囊剂啊，很轻松，很简单，可以帮他把整个乙状结肠脏把它洗干净一次。哦，这样对孩子来讲是也比较简单，都没有副作用的。平常可以教他自己做。今天密密麻麻的荨麻疹，已经82岁，该怎么处理？可以去找张老师，可以啊，明天可以来这里。啊，明天早上、下午都可以。你可以打构树叶嘛，构树叶，把它打成果泥，放在浴缸给它泡澡，起来以后。用椰子油，加上七草油，加上尤加利，加上薰衣草，调一调，把它涂抹。平常绿藻、维他命 C、紫苏油、椰子油当然给他吃，哦，沙棘油给他吃，啊，这样皮肤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啊，每天也可以用臭氧泡澡，或是。用那个构树叶打成果泥泡澡，那很快就好了，可以断根。多囊性卵巢综合症是如何用营养素？它不是用营养素哈，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每一根硒跟沙棘籽油是对那些肿瘤有帮助的啊。你也看平常补充那个金银花加黄芪。煮水喝，它都可以让它消炎。那按摩棒都给它按摩，然后做护垫位，护垫位让你血液、让你细胞呈现阴离子化。当你身体呈现阴离子化的时候，那些肿瘤坏细胞它不容易在里面组织壮大。天生肋骨有。塌陷压到肺，总是呼吸不顺畅。西医说开刀风险高，就不开刀。这样可以治愈吗？我不知道。地板动作或腹胸动作会有改善，问题是他要不要做？问你要做，他有帮助；问你不做，我什么都没有帮助。明天大家来看。老师说药效是脸效还是要发现现象？立马后啊！啊，脸效皮啊，心不笑，那叫笑吗？我要你认真真的笑啦！我要你说的我就像你看，明天下午三，他们的那三四个女人都会来。你看他早上下午都有时候也会早上也会来。你看那三四个女人为什么那么漂亮，那么健康？他是有内心爱自己，内心爱自己，那自然的笑出来，不是装笑，装笑没有用，你装的都没有用。我要的是真心的笑，
因为我要你磁波共振，因为当你在生气、当你在埋怨、当你在怨恨的时候，你的磁波马上断讯。因为我是台湾第一个走磁波共振医学的人，所以为什么我给每一个学员第一个药就是笑，第二药就是勤劳的全身搓揉，我没有什么秘方。女孩子，我一定是给她的摸高潮，天天去摸。摸的时候很喜悦、很快乐、很愉悦，很愿意细胞就产生活化，因为速度快、温度高、散力的强，荷尔蒙配比强化的时候，是你的细胞的地基代谢就正常，很多人会代谢出去，那就不容易生病。所以笑是很重要的。不是假装笑，我要的是随时都是很认真，告诉自己，哦，我就笑了呢，就像老师，我46岁以前是那么被爱、被霸凌、被强暴、被看不起，但46年后，我改变角度，用爱、用慈悲分享，把我所学的、所实验的，一直跟人家分享。你要知道，当你愿意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很多的机会会不知不觉跑到你身边来。假使你都用得失心，要计较得到什么，我告诉你，你用负面思考，你的机会一个一个会流失。这是我46年来，从46岁到现在29年来很深的体验。我自己有时候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个缘分碰到他、啊、碰到他，他就帮我一个忙，他帮我一个忙，他教我一个东西，他教我一个东西，或送我一本书啊，就这样，我默默的不知不觉的成长起来。我赶快无条件的跟大家分享，所以我没话搞。其实我只是想，我要借重这个分享、爱慈悲分享的方法，让我生活品质怎样更高。我随时看到很多人打电话给我，或者跑去找我，说老师谢谢。因为我看到他，他们照方法做，他健康了，他回春了。我看他这样，我就很高兴。那昨天那位太太，我还没来，那先给王小姐3件内衣、卫生衣、3件内裤，我就可能窝心，因为他照老师方法做，他改变他的身体了。所以人一定要常常去笑，你才有机会学到更多东西。你笑对你健康来讲才是有帮助。我不希望你们像宗教告诉你的，人生就是苦，太累了，那么多事情。你看我这2-3天，你像我好多事情呢，我去买铁架，我自己要装铁架，我把树砍掉了，把它截肢了，要把树重新有这么大的花盆要把它挖出来，啊，重新挖洞要把那树干，即将花树砍掉，根要铲除，要把它种上去，我觉得好累呢，但我都没有想到累呢。我想到说，我又可以把一棵桂花树救活了，我好高兴啊！我想，哦，上次台风，我水沟的鱼
两三百条鱼一夜之间全部浮上来，因为这一个鸡蛋花的树叶那个枝断掉了，掉下去了，结果水池里面怎样中毒了，一夜之间整条水沟，好几百公尺的水沟，两三百公尺的时候全部浮上来臭臭鱼。你看看，我昨天把它树根挖起来了，但花长那么漂亮，你丢掉可惜啊。我知道移植在杨妹妹旁边，因为空地去种，哦，种起来了。那整三个大花盆，我把两颗那个仙人掌有刺的，要挖起来种那边。挖的时候想办法，有刺怎么抬啊？后来想到我后面的有个垫子，拿垫放着，哎，这样抬上面再摇下来，哎，好，那扶着买好了。另外一颗。另外一个花盆怎么办？我把那些鸡蛋花截枝，一条一条的，一根变三四条，或者一根变两条，就三四条。我找了七八条，哎，花盆很大，我得把它用插花的角度去把它插花。应该几个月后长大了。长根了，开花了，开叶了，哦，就像一大坨的怎样鸡蛋花，好漂亮。所以这就可以造景。你想要这样，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就不会劳累了。啊，不管想哦，要求工大好，啊你哦，哪有哪去，你挖不到两分钟、五分钟，你就累死了。你要想好的，一样事情，两个面，你想有一个面。为什么我要把告诉人？因为义工或是员工要开那台车去除草，因为根突上来，因为撒掉了，那个就坏掉了，或是枝干太多。卡到人的身上，他没办法去工作，所以我必须把它截掉。然后我把旁边那台弄好以后，我全部要种什么？种木瓜。以后园区里面就有很多木瓜、香蕉、桑葚，我吃一整年。只有你做事情，你要用一个开心的事情角度去谈，你就不会累。朋友，他在打了疫苗几个月后一直头痛难忍，请求处理。如果他不喜欢按摩，要用什么仪器改善？就这个啊，买这台仪器去啊。让他微软畅通吧，24.6万，我24.6万。他就说，我太贵了，不然你就叫他再忍耐一年，忍耐两个月，1.5万以后，在我的园区里面，一天2000块，包括那200多万的仪器都可以免费使用。很多仪器，清氧机什么的，通通可以使用，搓搓肉什么都可以使用，啊、哦！那你要叫他来了，赶快来把我的观念用上去，才是真正的。为什么头痛？是血液上不去才会头痛，是你的酶流失了、钙流失了才会头痛。你要叫他先来上课。
站久了脚会麻会痛，是哪里压迫？那是髋关节压到神经，那是你的大腿屁股的肉太松了才压到。平常站的时候脚要躺着踢踢动一动，坐在椅子上面稍微踢踢抖动了，踢踢踢踢揉揉，再转弯，或是拉开，或是拉开，哦，让它有松的，不会压迫那么紧，那才不会发麻发痛。大便完了再用老师的清肠，这样会不会太多水举？每次大完便，我清肠几乎没有什么宿便。不是啦，都是一举啦，但是也有好处啦，可以把大肠里面的旁边的清干净一点啊，大肠会比较干净，比较干净皮肤会比较漂亮，肝脏肾脏五脏六腑减轻负担。身体下半身比上半身胖，用护唇按摩棒按摩下半身两个星期，小腿到小腿很酸痛，连续了八天来报道，有担心是不是按摩过度了？不会啦，因为刚刚开始按的时候会有那种乳酸增生，你要水盐巴水多喝点，乳酸带出去，那很快很快你会看到效果，因为你才一两个礼拜，一般来讲按前面一个月都会酸痛，一个月以后慢慢就不酸痛，而且你看看成果，下半身就慢慢瘦下来，像总监一样。大腿这么胖，屁股这么大，他坐现在，哦，每日去，他说：“你看我穿迷你裙呢，我穿热裤呢，露腰呢，哦，有本钱的，加油！”我还没有一天吃两颗，是一次吃完还是怎么都可以。那怎么做能够产生健康的卵子？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脚踝，脚踝要常转，啊，后面这边的根软软的，啊，脚踝下面都没有凸出来，啊、哦，你要去把它打开，大脉把它打通，哦，大脉打通，大脉是把它打通，你的卵子生长都是健康。所以我说，今天我们政府应该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教育里面，要教这些女生如何让她的妇科这一条系统正常，让她产生的卵子都是正常。因为她的卵子正常，我们孕育的下一代、国家的栋梁才是健康，这是国安的问题。所以我说，台湾国民党、民进党这个引进的西医这种错误的思维。不讲了，他们讲就叫生气了。枸杞要如何吃？要如何煮？要吃绿色叶子是哪个部分？绿色部分也花芽都有，都有它里面成分水灰气素啊，你出水喝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强肝的东西，那是全世界强肝非常好的东西，再加一点枸杞。它对肝脏帮助很大。用上去洗后，半个小时会像拉肚子拉一样，一样次是憋太久，是不是？是啊，你憋太久，它憋太久的时候，它水到里面，啊，那时候还有一大部分在乙状腺上面。但走路走一走以后，乙状腺在水嘛，所以水很快就掉到直肠，就想这样大好了。啊，就是说你前面的时候可以憋久一点，后面的时候不要憋那么久。前面的时候我也试过，前面后面也憋很久，上了以后还要想再上一次或两次。但我现在前面的时候憋60秒一分钟两分钟，那后面呢我都没有了，差十几分钟已经清差不多，后面我都不憋那么久了，我都憋差不多20-30秒。放掉三秒，放掉，啊，这样就不会上完又想上第二次、第三次。
肾有汗斑、湿疹、皮肤的问题，是哪里出问题？那是你的皮肤的结缔组织出问题，那是你的肝经、脾经、肾经、膀经出问题。为什么长皮肤病？啊，西医都搞不懂。那是因为你很多毒素在体内。问题在于你肝经杀菌力太弱，没办法杀；脾经没办法去代谢；膀经、肾经没办法去把毒素排出。这时候肺经为了帮助你健康，把这些病毒吸收由毛细孔排出。这时候你的毛细孔、皮肤、维生素 A、维生素 C、脂肪、Omega 3不足，造成它的发炎状态。你这些东西都补充，用高树叶，或是用臭氧泡澡，然后呢，给他吃，涂抹，用椰子油加上七草油、薰衣草精油、尤加利，或是茶树精，拿去涂抹身体。表面上的湿疹都好了，内在呢，把这四条经络打通，肝、脾、膀、肾打通，多喝盐巴水，以后就有大肠代谢，就不会有皮肤代谢，那皮肤就不会出问题。为什么胎盘会堵住子宫颈，导致不能顺产？这问题我没有遇过，我不知道。对不起，我从来没有碰过这个问题。但胎盘为什么堵在你的宫颈口？应该是你的子宫开的不够大吧？否则正常那种中风不会从掉到子宫，它本来会卡在那边嘛。我一直希望说，所有的妇女要怀孕之前要去做拉筋的动作，把你拉筋骨盆这边拉开，拉开以后你在生产的时候才会顺产，根本不用开刀，像我女儿一样。在家里面自己噗就跟碰屁一样噗的就生出来的，因为动物就可以自己生产了，所以平常要动，平常都不动，人家女孩都不动，也不去拉斜拉筋，骨盆狭窄，而能量区也不把它打通，能量区堵住，子宫没办法收缩。啊，当然不能顺产了，它撑不开嘛。所以我希望在台湾的女孩子，当你的女儿要结婚之前，你一定要想办法先不要让她不要怀孕，先去健身，去做瑜伽，或者搓揉揉，去拉筋，把两脚能拉开，啊，能够拉开，啊，骨盆拉开以后，她生产孩子的时候才顺利。才不会那么痛苦。我搞不懂这个基本的常识，为什么中华民国政府没有？我真的搞不懂他们这一群人在做什么。所以为什么我说中华民国不应该存在台湾？原因在这里：没有爱，没有慈悲。老师，早上可以早上吃绿藻，晚上可以哦，好棒棒哦，你哪个跳？怎样抓住排卵最佳时间，增加受孕距离？哎，你给他是 coach 哦，老师是男生哦，你是女生哦，连这个都搞是 coach。
老师也不会算时间，也不会算温度。我告诉你啊，想不想学？我根本不用算时间，我根本不会看温度，我只要一指神功，中指插阴道里面拉出来，这样那个黏液，爱的黏液，这样我这样就断裂了。你每天养成习惯，自己去测试哪一天是排卵期，你可以测试百分之百的准确。印第安女巫就是用这种方法，自己中指插进去阴道大概两节的深度，然后指腹碰到你阴道壁那黏黏的东西，然后拿出来用，这样这样都断掉了。安全期，安全期，安全期。当你超过一尺的长度还在高，都没有断裂，那就是危险期，那就是你排卵期。我比较喜欢印第安女巫的方法。印第安女巫的方法，她告诉她的女人，十岁以后要把处女膜弄掉。她能把处女膜认为说，妹妹已经长大了，所以这处女膜打破以后，你就是成年人，你就不是小女孩，就是少女了。你现在可以当妈妈了，所以以后你就有权利跟任男人做爱。但是还要再教学，教他如何不会怀孕，如何舒服高潮快乐健康，教他你想做爱，你必须靠自己做，不要找男人，因为这时候你还没长大成人，你要靠自己。像我现在都会讲这样。等到十七八岁了，你要去找男人，你已经懂得怎么高潮，而你必须要懂得去如何避孕。我不要女生去买避孕药，我不要女生去装避孕的器材，那都有致癌。我用简单的维他命 C 要做爱之前灌进去，事后清洗阴道的时候再把维他命 C 再把它灌进去。因为精虫是微碱，维他命 C 是微酸，综合以后有90%几可以避孕。这是政府要教的，这是妈妈要教的。请问我们学校有教吗？家庭有教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人有体臭、腥味臭？什么原因？我告诉你，把他的大肠洗干净以后，这个问题就很快就解决掉了。用清肠器每天帮他把乙状结肠、直肠洗干净，身体的包括狐臭、体臭，通通会不见。我这半年来胖了10公斤，这天感觉到下肢发胀、发硬，然后有点肿，是什么原因？下肠之一，我轻度甲状腺功能低下，是引起的吗？我告诉你，是你懒得动啦。赶快来上课啦！啊，拿按摩棒全身搓搓，这问题很快就解决掉了啦。啊，全身搓搓揉揉，吃进去的东西产生 ATP， 你必须把这一餐到下一餐中间，你要把它用完。而你平常要懂得自我节制。什么时候要做半段食？
当你懂这样做的时候，它过多的热量自然会消耗掉，它就不容易产生脂肪。为什么腰容易扭伤？酶流失、钙流失很容易扭伤。酶、钙流失很容易扭伤，维生素流失也很容易扭伤。老婆性感做爱的时候可以用椰子油当润滑液吗？还有其他润滑液产品可以帮助？用椰子油就可以了。椰子油它本身有叶桂酸，可以灭菌。椰子油本身还有润滑，也可以。但是我会先跟你讲，为什么老婆会性冷感？我常跟很多先生讲，很多老婆性冷感是先生造成的，你必须去了解。以前你跟你老婆做爱怎么做爱？裤子脱下来就插进去。你有没有先问你老婆，这样会不会痛？不利吧？你必须先了解一个问题：为什么女人的阴道是常年闭锁的？女人的能量区有没有打通？没有，她的阴道是干涩。你强进去当然会痛，啊，她不是性冷感，那才怪的。那是你做先生，从来没有人告诉你。你要跟他抚摸，让他阴道湿润，这时候才可以进去。我们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结果很多人，不是只有你太太，70%-80%的女人都是性冷感。我接触太多的女人，他们告诉我：“老师，你不要跟我谈性，你谈健康，其他性都不要谈。”后来他主动来跟我谈，老师，请你教我如何摸高潮。我不应该这二三十年浪费青春。当他开始照老师方法做，等到高潮以后，啊，抱老师身体说：“老师，谢谢你，我找到自己了。”今天。所有男人必须要去了解，老婆只有一个，我们应该好好的爱惜她。也希望所有女人赶快来跟老师学怎么去摸高潮。31岁要轮班到今年4点钟，检查肝指数有问题，所有病人要怎么治愈？桑叶茶有效吗？桑叶、幽润草、叶加猪草都有效。但问题来了，假使你都不愿意改变工作性质，单独要靠你目前这种方法很难，很难。为什么要4点钟才睡觉呢？你4点钟睡觉，你的肝胆经完全没办法修复，所以改变你的生活作息，改变生活作息，自然而然你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因为这样对你伤害太大。为什么喝椰子油肚子会拉肚子？恭喜你！当开始喝椰子油，会拉肚子，
是因为你胃肠坏细菌太多，必须有椰子油帮助它。等到你慢慢的大肠坏菌减少了，甚至没有了，这时候你喝椰子油就不会拉肚子，刚开始会。我的朋友40岁，他最近体检，医生告诉他血影比较粘稠，请问什么原因？你盐巴给他多吃点，紫苏油给他多吃点，盐巴水多喝点，他血液就不再粘稠，加角多动，血液加速循环，这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掉。背部脊椎痛有凹陷，照片说医生说减轻痛苦只有开刀补骨，你求老师不开刀可以自然方法回凹陷的地方吗？可以，问你看你要不要认真做。老师的地板动作可以让你脊椎改变，纳豆需要一天吃四颗吗？外面有些高剂量的纳豆，我觉得 FU 是否应该多吃越好。纳豆因人而异啦，一般来讲两颗就够了啦，看你的情况严重性可以调整。狐臭很严重，涂抹止汗剂有效果，或是所有拿掉汗腺不要了，你赶快把它清肠了，清肠清干净以后，狐臭就自然味道就没有了。大肠清干净了，肠就炖屁股，这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掉。我在国小教书，请问为什么每天下班后都没有精力，而想睡觉？你一个是缺氧，氧气不足，一氧过高。当氧气不足，一氧过高，你呼吸的时候，这样呼吸，空中氧气不够，你就昏昏沉沉。所以氧气不够，你会觉得很疲倦。你用改用腹式呼吸法。要不然用买个随身的氧气补充器，老师这边有，氧气补充器。平常我需要你吃绿藻，吃绿藻精神会比较好。绿藻里面有精氨酸 ，CGF， 让你不容易疲劳。按摩棒戳到脚趾头起水泡，这是否戳太大？很可能是戳太久才会长水泡，否则一般来是不可能会长水泡。以后不要戳那么久。身体能够自理增生降蛋白，要吃什么东西或是做什么运动才能增生？维他命 C 胶原蛋白够的话，它自己会增生。维他命 C 胶原蛋白够的话，老师，糖尿病如果治愈，糖尿病如果治愈？糖尿病它本身它不是病，糖尿病它不是病，糖尿叫糖尿症，是因为你吃进的食物转变为 ADP， 没有转变完的，回收变肝糖，释放出力变中性脂肪，
太多了，又回归于血管里面变成糖分，这时候你胰脏分泌阿尔法亚素去让它分解掉，那过多的糖分，你胰脏就过多劳累，就变成糖尿病。我希望正门清还是要动，搓搓揉揉，转弯。由于这只脚未培养筋，这脚要常动，要常转弯，让你胰脏运作正常。那你一餐一餐之间利用律动，把吃进去的东西把它代谢掉，就不会成为动性脂肪。那你就永远不会得糖尿病。而你的脚，尤其左腿，要把它搓开，未培养筋骨头两侧未培养筋搓开，胰脏转弯，胰脏就可以分泌更多的分解酶，把它分解代谢。两岁的幼儿如果预防感冒发烧，平常都给他吃绿草，就不容易有感冒了。一岁一颗，两岁两颗，当他感冒了，就给他量多一点盐巴水喝一喝，野酒吃一吃就好了。男校硬起来一定要射精吗？如果不射精，会影响身体健康。啊，这个问题我要稍微解释一下。男人，你的精虫多少时间会生成出来？一般来讲，年轻人大约一个礼拜左右，五天到一个礼拜，精虫会满满的一管。现在问各位，在座所有男生，精虫可以用射出去的吗？有没有问你们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会问你这个问题。精虫是没办法射出去的，因为精虫非常非常黏，它用爬的，它无法用射的。你的睾丸，正睾丸生产精虫，爬到副睾丸储存，再爬到射物线储存。当你的视神经或是你内瓣的神经想到女人，而让你的阳具硬起来，血液充满的海绵体硬起来，这个时候你的射物线还是小小的。当你在做爱抽送的时候，因为你阴茎的下缘的触摸神经通知性神经、会阴神经，会分泌更多的荷尔蒙跟水进入到你的射物线。一段时间后，你跟女人在抽送过程当中满足了，阴茎的下缘，这时候我通知我的射物线，由我性神经会阴神经通知我射物线分泌足够的荷尔蒙跟水，把精虫搅拌成为稀释可以射精的粘稠度，然后利用我的射线挤压，把射线挤出去，这时候叫做新陈代谢。所以女生的阴道不是男生的发泄器，是女生的阴道帮助男生新陈代谢。这时候你问我可不可以常射精，我说你要常射精，你未来就是射精肥大的总癌症的候选人。你还没有制造出来一管的精虫，你就要射精。每一次射完精，那精髓大部分都不见了。
大部分都不见了。所以过度的射精造成生命过度肥大，所以生命会肥大，这是一个因素之一。一个是八髎五六七八坐姿错误，那个压迫神经，导致泌尿神经、泌尿尿道管那个快机该关不关，该开不开，尿道管没有弹性，也造成生命肥大、肿癌症。这两个原因，你可以不用射就不用射，因为男人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十天到十五天做一管的精虫，你还是把它射出去，后面才能够叫做新陈代谢，它是正常的新陈代谢。所以女生的阴道不是给男生发泄的，而是女生的阴道帮助男人新陈代谢，男的不出去，新的不来，所以精虫射出以后，我的睾丸才可以再制造新的精虫，它叫新陈代谢。我的朋友三十岁，医生说他的卵巢早衰，请问什么原因？做什么的？没啦，问卵巢早衰都是因为脚踝这边堵住了，你这边打通以后，这边戳开以后，阳着戳开，你上去戳开，大便戳开，那卵巢又健康了啦。啊，医生不懂啦。六年过高，医生说可能是慢性胰脏发炎，怎么办？维他命 C 多吃，沙棘的多吃，啊，金银花，啊，都是按摩棒，在这个地方多按摩，让它消炎、防冻，盐巴水多喝，啊，让淋巴全身的微血管畅通，淋巴才能够进去，才能够消炎，所以盐巴水多喝。我今天眼睛白内障开刀手术，我的眼睛红的是发炎，眼睛红的发炎那是发炎，维他命 C 都补充，啊，很快就不发炎的。有朋友罹患血癌，但以西医的方式讲，也有建议。我记得我第一次医好的癌症就是血癌，那因为他就是作息不正常，作息不正常最容易得血癌。所以我不知道你的朋友怎么样，我建议来上生活营，我建议他上生活营比较准确啊。好，现在今天早上讲到87条，我们下次哈，那下午连接着上讲下去哈，因为10点多了啊，我们让员工休息啊，我还是谢谢各位，我们从明年1月开始。第一个礼拜、第三个礼拜早上的做直播，下午就上课，哦，改为一个月只有两次而已，还是半天而已，因为老师要大部分时间在云林那边，让更多好朋友去那边跟老师一起生活，啊，老师把很多仪器让更多免费使用。我们希望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健康的，我买这仪器是我要健康的。我认为人类健康是无价的，所以我宁愿买一台200多万我自己使用。这台有些是买我自己要使用，我每天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去，我让我的微血管畅通，因为90%疾病都是微血管堵住的，啊，所以。与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希望更多人，啊，买不起仪器的没关系，我们明年开始跟老师一起享受，谢谢各位。